love you. And I love you. Hi, hi, 大家好，我是猫咪。今天呢，我们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The Back Room 1998，好不好？那因为我非常喜欢后防这个都市传说啊，拜托，所以我在 Steam 上面就找到这一款，也是以后防为题材的恐怖游戏。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Let's go！ 哎呦喂呀！哦，现在是怎样？怎么个爆掉的声音啊？非常的喜剧啊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摄影机吗？我们现在很像在看什么暗网的影片啊！哦，那我记得孩子啦！哎呦，谢谢、啊。Happy birthday！ And we are rolling。哇，好强哦 ！Nice one, Drake。滑板哥。Cool. Want to be famous, right？ 哇哇哇，好强哦！哦 ，Oh yeah, Drake！ 强哎！跳一个。哎，我也跳一个，我也跳一个。哇！哦喂，我跌倒了是不是？哇！我们进入了这个神前空间啊，我天哪、啊！然后我们现在是感觉是拿着摄影机的部分。Tab 应该是有点像背包的东西吧？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下面有一个麦克风，它感觉是会侦测我声音的。我要我不讲话看看。哎，为什么它还是有四格啊？哦，是因为我的麦克风会收到杂音吗？我关掉麦克风看看。哎，真的，它变一格了。好，所以这个游戏是会听我讲话是吗？那完蛋啦，完蛋啦，鬼是会听噪音的，是不是？那就完蛋啦。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滑板跌倒的关系，穿梭到这个 back room， 是不是？因为人世间的 bug， 导致我们穿梭到 back room。哎，我没有手电筒了。Nice tape 吗 ？Use 有了吗？我有手电筒了。哦，有了。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哎呦哎呦，嘎抓嘎抓嘎抓，比鬼还要恐怖的生物啊！木板，我们没有办法弄掉这个木板。按 Q， 哦哦，我们可以用 Q， 然后把那个木板丢掉。哦 ，mouse mouse mouse， 比蟑螂还要可怕的东西。哎呦哎呦哎呦！等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开手电筒，不然我们会浪费电。这是铁条哦，我们可以用那个了，用木板。哎，这是什么？电池 ，nice。我们现在有电池可以去装那个手电筒的部分啊。现在把木板弄掉 ，nice。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新的空间啊。哎呦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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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哇哦，他指着那个门啊。我们来开一下。哎，锁起来。然后里面还有 baby 在哭是怎样 ？Boy boy。进不去的空间，按 Ctrl 可以蹲下。哎，既然这个游戏是鬼是听到我叫的，不是听到我叫，听到我的声音的，那我当然就要好好的呼唤他。关起来，吵死了！哎呦 ，baby 怎么白啾哦哦哎，很明显就白内障啊！哎，没有白内障，好像眼睛是白的。走走走，鬼啦，那个收音机就自己打开。哦，这什么？这什么？酷很酷！哇，完了，完了！这下面这个一根的东西是我吗？没有，我是说那个他的脐带，他脐带还没剪掉啊！果然是一个刚出生的 baby 啊，他一定是男孩啊！哎，没有，他那个太短了，应该是女。怎么会有人体模型？没有，其实老蒋，各位，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就是人体模型其实对我来说我完全的不恐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福科。福科都有什么呢？人体模型、人台啦，应该说是人台，因为我们要做衣服嘛，就会把衣服穿在人台上。那个时候都怕过啦，所以这种人体模型、这种人台对我来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就不一定啊，这个好奇怪啊，它看起来不像人台，它看起来是什么大手怪之类的。哼，等一下，我希望我现在讲的一堆废话，那些鬼都听不见，我不希望他们等下来攻击我。哎、欸，我们拿到钥匙，非常棒，非常棒的钥匙啊！那个不算人台哦，我要先讲，刚刚那个不算人台哦。哇哦，哇哇哇哇！妈的，不要打破灯泡啦！
好讲嘛！完了完了，好多人台哦！我看，我看，不要攻击我！不要攻击我！不要攻击我！虽然我不怕人台，可是你们还是，我们还是和平好不好？和平。等一下，现在会开始收我音了，是不是？那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要 be quiet，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what is be quiet？ Hello！ 完了，有人在开车啊！开得很慢啊，快跑快跑！哦哦，白痴，我被我影子吓到了！快跑快跑快跑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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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虽然我们要 be quiet， 这就是我的 quiet 啊！我们是要回来这里啊！来了啊！是我太胖，柜子倒的部分吗？我可以不要进去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要打开它了。没有那么胆小啊，谁跟你胆小？你看他现在是已经在收我音了，我还是不害怕、啊。Hello? 我直接大声给大家听，好不好？我直接大声，这什么东西？有点像颜料的东西吗 ？You can F， 我可以按 F 哦、oh, ，我可以喷漆是吗？哎、欸，可以、欸，哎、欸，真的可以、欸，哎、欸，我们可以画画、欸，哎，那完啦、啊。出来，我画了什么吗？看到没？这个是蒙娜丽莎，各位，这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看这边还有个微笑。这墙壁我可以画吗？哈哈，来，再画一个箭头。完了，我举世创作。你好丑 ，perfect。好吧，我跟你讲，那个鬼看到在爱上我。我跟你讲，朱娜丽莎的微笑。等一下，这边有扇门。哎、欸，可是那边有洞可以钻哎、欸，怎么办？我要先走了，我先钻洞好不好？哇哇哇哇哇，很多很多的画作 ，I see you，I see you now， 哇 ，Don't run 吗？还是 Don't run hide 躲起来？好吧，我只看东西。好、啊，非常艺术创作好不好？走这了是吗？走啊，哪次不走？哇，哎、欸，等一下，我觉得那扇门不太妙，我觉得我先走这里，好吧？说起来了，他就是逼我们要走这的意思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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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拿手电筒。嗯，什么东西 ？Hello， 他现在听到我声音对不对？然后就给你听啊。Someone here， 等一下我可以画画对不对？等一下画画应该是为了避免我们迷路吧？那我就这样走啊，我就这样画、啊。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哦、oh.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啊，这什么东西？一个丑脸哎！好，来画个笑脸，增加这游戏的恐怖程度啊！好，笑脸有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游戏，你看我都可以去当美术。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有点类似井鼻头的声音啊，非常特别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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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又是美术组，又是美术组。Drake，I see you。No， 哎呦，这没扇门哎，来帮你增加这个气氛啊！果然是美术组的，好完美。这个是屎 ，you eat， 然后 pig， 来抛抛抛起来，画个线啊！哎，怎么回到这里了？哎，来抓到！我们刚刚是不是这边画一个笑脸？他没有出现笑脸，代表什么？这是另外一面墙，对对对，这样想就对了。哎，鬼打墙了是不是？这边是什么？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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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个人体。哦呦，维牙不见了。I see you now。哦呦，又是这一面墙哦。I see you， 又没有那个 no， 代表什么？又鬼打墙啊！哎，不要一只鬼打墙啊！哎呦，刚刚是不是有人探头啊？没在跟你怕的探头是不是？哦呦呦，有扇门哦，有扇门哦。哇！白色，这是我们刚画的东西，哎，什么东西？它漂浮在空中啊，代表我们鬼打墙啊，还有一个箭头指啊，我就偏偏逆向啊，搞逆向你管我？妈、啊、的蟑螂啊！我就说蟑螂比鬼还可怕、啊，各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空间啊，这边是什么？哦，我们回来这里嘞，这边不是有一扇门吗？Sound file can be used. 怎么有张脸啊 ？You can say you
Only Near TV， 什么有个人在喝茶，超好笑哦！记录点哦，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哦，有了，真的记录了。I got it。其实我现在很想尿尿，知道吧？而且我可能有点，对啊，就是不乖乖喝水尿尿就会得尿道炎。对我现在有点尿道炎，所以我会更想尿尿。哈，好，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私事啊，好不好 ？Oh my god， 这怎样？番茄酱啊！非常多的番茄酱，我现在走不动了，我是有体力的，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弄掉。Open， 来留下我的个人创作，画个脸给你啊。打开，这个可以开了。哎，怎么都是这个东西啊？都是一个画、欸。But why? You are ugly.我完完全全的挑衅了这只鬼，没再跟你怕了。卡住了，我刚卡在柜子哎、欸，不是啊，我现在卡在柜子哎、欸，我现在出不去啊，现在卡在中间，你知道吗？我现在卡在柜子中间，我的脚是在外面的，你有没有看到吗？然后我的脸也是在外面的，等于我是另外一半屁股的地方卡在柜子里面。等一下我要怎么出去啊？完了，喂，好，我们现在回到了这边了，对，到了这个。拆木板门的阶段，然后等下鬼就会蹦出来。OK， 我躲起来。他在喷番茄酱，他一定是什么番茄酱制造商，你知道吗？有喷不完的番茄酱，你知道吗 ？Need to control my breathing。麦克风，哎、欸，真的会听得到哎、欸。啊干，他听到我了啦 ！Shit。我都不怎么敢讲话，你知道吗？哦，是，记录，哇，记录了，怕什么？嗨起来，各位，都记录了，还怕什么啊？来关一下，我其实不知道他会不会开门，随便的 ，I don't care。刚刚是个人探头，他那里红红的。还怕什么、啊？记录就大声讲话啊！哦！啊！白痴，完蛋了，我尖叫了。没关系，我们这边有柜子啊。这个什么？要密码？完蛋了，我不知道密码、啊。来了！被吓到就会尖叫，尖叫就会发出噪音，发出噪音就会引来鬼。这游戏完全是锻炼我安静的精神啊！啊，完蛋了，要赢了，各位要赢了！哦，看他进来了。哎，我其实，在柜子里面他是听不到的吧？他听得到吗？嗨！柜子里面就是安全模式，柜子里面我要骂什么，他都是听不到的。走远了 ，OK， 现在已经走远了，好吧，我在那边等了很久，他终于走远了。完了，我刚刚是大叫了。白痴哦！
种听麦的，我会害怕到不敢讲话、欸。他不会钻小缝缝吧？傻小啦，刚刚那个有点 too much 哦。欸、他好像不会钻小缝缝、欸，妈垃圾，不会钻小缝缝是不是？你是不是不会钻小缝缝？我在露身，我在那边露身，让他跑过来的、欸。哎，哎，哎，不不。OK， 来了来了。哼。安全的地方。I U 什么 U？ 好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我 shit！ 记录点哎、欸。好幸运哦，我们今天拿到一个记录点啊。哦，你知道，对，因为它侦测麦克风，害我都不怎么敢讲话。哦，干，好老鼠，超恶。啊 ！shit， 完了。他直接让我大吼，我就爆位了，这样。妈的，我刚好记录，谁怕谁啊？直接叫给你听啊！这什么？哎 ，medicine， 我们拿 medicine 了。Oh shit！ 妈的，臭 mouse， 我在吓人。哎，这游戏惊吓的成分还蛮多的哦。小朋友是不是？你是小朋友怪物是吗？完了，不是，我刚刚好背对他，所以他没有吓到我。然后他的手刚好像仿佛抱着我，你知道吗？是的，不要再惊吓，谢谢，够多了。漂浮的人台，喂喂，快来哦 ！My brother， 小李玻璃，买朵花。哼哼，想吓我，没那么容易啊！哎呀喂呀、啊，那你也抵劫了？他、啊、为什么一直会有小孩子的声音啊？我觉得他要来了！啊！完蛋了！完漏音。